我觉得最棘手的部分，就是因为万众打鼻老师，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性又浪漫，然后当然他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有种那种非常矛盾性质的法国人，所以很多东西他可能在信中他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就是跟我确认，然后他想要就是尤其细节部分，他是希望来台湾或者是他知道场地的状况之后，他才要确认。所以，像我们都没有去过香港，也没有去过澳门，所以我们其实对场地的世界大小，或者是它灯光能够做出怎么样的效果，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可以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这部分，我们都是必须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做确认，然后晚上的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马上把它呈现出来。主要的排练时间是在传承音乐会结束，然后到大家开始暑训的这个空档之间，然后还有大家暑训之后，大家再把大家集合起来，密集的集训。对，那老师加上老师这次他在法国这边有自己的行程，又比预计的时间晚到了一天，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跟老师合作就是。开始排练的时间大概是从，澳门场演出前的3、4天而已。对，那对于就是所以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谱上的东西处理得非常干净，然后等到老师来的时候再来做一些调整。老师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真的有定案。那所以老师来之前呢，我们多半处理的是在一些我们自己乐团上面一些不管是技巧还是音准这些乐团上面排练的东西。那老师来之后呢，我们就是主要以跟能够跟老师搭配的这个部分来做排练。We said we have to practice until 9 o'clock, but without break. Without. 沟通的话，这部分其实蛮有趣，因为它有一点点像之前我们的音乐总监 Lars Mojkovic 老师，他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英文、法文一起用。那因为他本身他母语是法语，对，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用法语沟通，但是很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团员都是懂法语的人。那所以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他在跟团员做一个比方说音乐上要怎么做的时候，他比较多是用英文。
对，但是他其实也知道哪些人他是可以讲法语的，所以他面对那些人的时候，他可能会讲法文。但是如果是有某件事情他要跟大家一起说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用英语。You tell me when you want to make a break, because I'm really tired. What I mean that when I'm tired, I keep going and I don't, I never stop. You say, so you have to stop. You said no break. Yeah. But I can, but we will end. It's possible, but tomorrow we will Of course,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more time, so good, a little faster, and the first soprano alto not too fast. 这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是跟以往自制的音乐会不一样。所以说到启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以后的音乐会可以想象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去演出，像我自己一直很希望能够做跟戏剧结合的，因为现在很多音乐会会被一般的观众听众觉得说太制式了，我不希望这么制式的，那只是去拿一首古典的曲子给他们，他们其实接受度比较低一点点。那如果我们能够结合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方式的话，我觉得会更容易吸引一些本来没有在接触古典音乐的听众或观众。挑衅他，你涂抹了不够帅吗？办法上飞机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托运。那在托运过程，我们就会担心它会不会有什么碰撞，会让我们抵达要表演的地方，可能会吹乐器上面会有问题。所以米特老师们也非常辛苦的去找了很多方法来保护这个乐器的完整性来运送，这个也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在第一天的时候在澳门的时候，感觉行程非常紧凑，因为大家都起得非常早，然后很快的就要立刻到了，就要去彩排啊、check in 什么的，然后晚上就演出，就感觉第一天时间非常非常紧张。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是，跟台湾不太一样的经验是在舞台上非常的冷，然后这让我们就有点受挫，因为就是音准就是上的控制会非常的困难这样。我们会憋出来，但是不是压比较快？就不用全部这边挤出来。好 ，OK， 拜拜了，为你们去安排这个部分。OK。这次的服装其实是老师他有特别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算比较复古一点的服装设计。那我们团员这次也就是每个人都绞尽脑汁，然后去设计出了自己属于自己一个很特别的服装。那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又加上了一些灯光，很多灯光的效果。那再加上灯光的效果的话，对我们来说会有一点点的困难，是有一些灯光打在谱上面，我们有时候眼睛会比较不习惯，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克服的。
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讲的话，从舞台下面看上去就会觉得，哎，会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色彩在整个舞台上，然后这个色彩可能是代表这首曲子的印象，然后每次转换场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红色的灯光出现。那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不只是听觉上的一个享受，我们在视觉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在他19岁那一年，他刚拿到阿拉夫国际大赛的冠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第一次来台湾，那时候我才国中生，然后他第一次来台湾，我就有到音乐厅去看他的表演。那时候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蛮大的不是说觉得说啊自己什么渺小之类，不是，而是觉得说哇一个国际巨星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也是我听的第一场就是外国人来台湾表演的第一场音乐会。没想到过了十几年后，没想到我们居然能够同台演出，然后互相玩音乐，互相交流，对啊，虽然说万圣达比老师他已经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巨星了，但对我们来讲是觉得从小就看着这样的一个 super star， 然后长大之后没想到能够跟他同台演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啦，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跟继续学习的目标。他抵达台湾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的排练。他抵达之后，我们还是密集的排练。密集的排练完之后，我们就去搭飞机，一到就演出，隔天再排练，再演出，是非常累的，几乎没有休息到。可是，我觉得大家不会嫌累。咁點解你吹還皮炮嘅？爭啲俾你呃咗添啊！我都唔想㗎，一直諗住炮，就吹咗呢一首嘢出嚟啦。一係我吹一首歌嚟證明我嘅虎虎雄威啊！你在香港聽過這首歌嗎？也是老虎的歌嗎？不知道耶。這次我們也很開心，就是米特的動物樂園受邀去演出一个慈善音乐会在香港，那这个对象呢都是一群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可爱。在这个演出里面呢，我们就是一样动物乐园，我们扮演狐狸、狮子、老虎，然后还有兔子，就是四个动物。那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一次我们是使用广东话的版本。刹车声。你睇下，我哋第三次經過呢度啦，唔怪得咁熟口面啊！
咁我哋要谂下办法喎。点解有只手表喺度嘅？系摇摆手表啊，有救啦！的小朋友看起来是享受的，因为主要因为我觉得这个经验蛮特别，是因为我们以往都是以中文就是表现整个那个算是小音乐剧这样子，可是这次经验是跟用广东话，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主持人就是讲得非常生动，然后看小朋友就是很享受音乐，然后觉得很好很有趣这样子，所以会觉得其实这一言是蛮有意义的。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跟达比老师已经有了第一次的合作，那个时候他邀请我们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做这个巡回，其实是当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听到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第一个是我们其实也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走出台湾，然后再来是受到达比老师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师对我们的肯定。那其实这次的筹备过程跟以前的音乐会不太一样，主要是因为筹备的时间非常短。其实从老师告诉我们说想要做这个演出，然后一直到真的要上台，其实只有短短的8到9个月的时间。对，那一般大部分的国家音乐会的场地其实都必须一年前就要申请。那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必须已经安排好你所有的演出内容啊、演出曲目。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在这次联系的过程中有感受到说，其实这些地方的主办单位当地的萨尔东老师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也觉得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节目，尤其是我们这次的安排整个演出的形式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加上又有万松达比老师跟我们一起，所以当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都用很短的时间去想办法在当地筹一些经费，然后想办法去透过各种关系去找到演出的场地。后来我们也很顺利的，我们在香港还安排了一个1300多个位置的沙田大会堂。这个演出的座位的席次是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演过像这么大的一个音乐会场地。跟以往我们演出的音乐会很不一样，因为它是设定为一个 Sax Voyage 的剧，所以是从团长一开始背着 Bass 进来的时候，整个节目就开始了，然后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中场休息，即便有几首曲子我们是没有吹的，部分的声部没有吹，可是我们其实头脑就是一直在想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谱架怎么摆，要怎么走位，因为这个剧场扎扎实实2个小时，所以从中间其实我们的头脑其实都是一直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做，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那对我们的意志力，还有就是整个表舞台的呈现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OK， 好。OK。开始，开始。四秒，不是空间，奥运。请到万松达
利来，他是因为米特设计了一场演出，那我们也跟香港澳门做好接洽，让我们可以过去表演。除了过去让台湾以外的人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之外，也是让米特老师实际到那边跟他们能够接触，不管是演出前看到我们彩排，演出后，大家可以互相聊天、互相交流，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也能让米特老师们知道，在澳门、香港，他们的一些环境又是怎么样。那大家或许在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小军，很好。谁配音 ？Alors, il y a une très bonne énergie. 老师说你energy 很好。Le problème c'est que c'est pas la bonne. 可是有时候没有用在对的地方。C'est-à-dire qu'il est, il est à fond quoi. 他说你几乎都尽全力在吹。老师他在年轻的时候，但是他现在应该也算是。但在他还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整个人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势，非常非常有侵略性的。但是跟他个人非常非常的太厉害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忍受很多像我们就是像是一般人一样，所以他看我们好像就觉得怎么这么简单，怎么也不会。但是我觉得随着他在法国十几年来累积的教学经验，就是他也慢慢的变得稍微比以前有耐心一点点，所以加上我以前在欧洲跟他上课的时候，还有包括之前叱咤风云，还有这一次我们的整个巡回演出，就是发现其实老师他虽然他的演奏上面还是一样的非常的犀利，但是他对我们的沟通已经开始其实开始可以比较能讨论一些事情，就是平常其实私底下他真的就是蛮欠揍，可能会取笑别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耐性什么什么等等的。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他在吹乐器的时候那个眼神，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被这个眼神所吸引，就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就是很专心，然后你可以看出他就是完全投入在那个音乐，然后很专注的去做他当下在做的事情。这算是米特第一次离开台湾出去做演出。那其实这次回来之后，当然在香港跟澳门的我们的演出都非常成功。那只会希望说我们一场比一场更进步更好。当然我们在事前准备已经准备得很完美。那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最好的评审就是观众了。那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们会很希望说把我们在香港、澳门我们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达到近乎百分百的，然后呈现给台湾的观众。因为毕竟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也会希望说台湾人能够以我们为傲，这样子。大家午安。好，我终于不用再说我们是来自台湾的米特沙的人。就是我们会透过音乐来旅行，所以会演奏各个不同国家很富特色的曲子。例如说，我们会从法国出发。
然后最后一首曲子再回到法国。然后中间也还有经过台湾这样子。李真老师选用了邓宇杰先生的一些很经典的台湾民谣，那把它改编成高音萨克斯的协奏曲之后，由Vincent W 老师他的诠释，就是让每次在排练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尤其是我们在香港及澳门演出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在外游子，然后听到台湾很棒的音乐的那种的感动。常常会有人一直问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举办这些音乐会，为什么还要花钱然后请国外的音乐家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需要这个过程去让大家可以充电，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做的事情不管教学啊那些，其实我们常会说这是一个放电的过程，然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可以再重新充电回来，然后让自己保持不断的进步。那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们所有米特尔老师其实都有这个共识，不管是要求自己能力要继续提升，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环境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音乐家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那也真的是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大家愿意为了这个然后去做很多很多的付出。我们在这个活动之前用了一个募资计划，那也很感谢所有支持米特朋友，最后这个计划是成功的，让我们是比较轻松一点来办这个活动。除了资金部分解决之外，也因为刚好是开学，台湾刚好开学，所以所有老师要排开自己的所有的课来迎接这个活动。那我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奉献在这个活动上面，我觉得是大家是很有向心力的。其实就是真的这次这样下来还蛮怎么说蛮感谢就是所有 MIT 的人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要完成这样一个这么大巡回大音乐会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就是当然说都牺牲我们的时间啊金钱什么等等的，然后体力上面的，然后还有大家的情绪的控制也都是很重要，像可能有好几次我们大家其实都真的很累，然后情绪很不好，然后可能就真的快要爆炸这样。可是就是蛮感谢大家，就是后来还是会互相着想，然后我们还是会为了就是我们这个团体这个音乐会，然后一起很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做好这样，所有人一起努力的感觉，然后把一个东西完成，这真的是蛮好的。我特别想要感谢，当然就是在外面在港澳的时候照顾我们的那些主办单位的人。比如说像澳门的梁老师，然后香港的 Winnie 跟阿姨等等，就是他真的就是陪伴我们好几天。其实这次音乐会真的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照顾，就是几乎是我们的身边的所有亲朋好友，以及就是管乐圈的老师们，就是很多人就是竹繁不及备载，可能没办法一一点名，但是真的大家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要特别谢陈冠文啦。对，算了，对，因为他是一个很疯狂的人，因为他有很疯狂 的举动跟想法，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巡演。那因为这必须要有很惊人的行动力以及执行力才有办法这样子。那这部分是我觉得非常谢他。其实每次办米特的活动都会消耗，我觉得不管是我啦，或者是其他老师们，就是很多很多的能量。但是我觉得每次办这些活动之后，不管是看到最后的成品啊，或者是说我们演出完当下观众给我们的回馈，那甚至看到有些事情
如果我们预期中的在整个环境有一些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动力吧。那我相信对米特老师来说也是。Who is your first number？ 就是团结是一个团联要最重要的，就是。Et c'est vrai que depuis le premier concert qu'on a fait l'année dernière。就去年的第一次，也就是跟米特老师。Il y a une très bonne écoute entre nous。我们彼此，其实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老师觉得就是已经算是还蛮气。Et en fait, je pense que c'est le plus important en musique parce qu'on a réussi à monter ce programme en 3-4 jours. 然后像这一次，我们其实就是有三天的练习，就把这套节奏给完成。C'est quasi impossible sans écoute ni partage le fait de réagir à ce qui se passe. 老师说这要是不是像就是彼此之间就是那么契合的话，其实太。Et donc, je sais que je demande beaucoup à chaque fois parce que je vais vite. Et quand ça arrive à suivre ce que vous avez pu faire, ça fait un beau spectacle. Et je pense qu'il faudra continuer à le faire parce que ça marche très bien. 老师就是很希望这个 spectacle， 就是这个演出可以再续，就是还有机会再演出。Bravo à tous. 大家很棒。Et la prochaine fois, il faudra faire encore plus. Ça va pas. Non, non.没关系，不要出现别人，不要。他说配男要禁止他喝奶茶，不要喝醉，不要喝醉。哦，老师很期待，接下来还有下一次。Voilà, bravo à tous et à bientôt. 下次见啦。